520魔咒，台股9000点得而复失。台股昨天在美股开低走高激励下，一开盘就冲高站上9000点，市场沉醉在520行情中。但随着马总统发表就职3周年演说，行情急转由黑翻红，中场下跌51点，收8892点。连政策色彩最明显的关谷银行也带头下杀，不捧马总统的场，反而预期今年台股恐难逃下跌的520魔咒。马总统2008年5月20日就职当日，台股大跌226点，成为520魔咒。大盘指数一旦跌破颈线8864点，技术线型会形成 M 头，将引发高档卖压，回测季线8756点。宝来投信表示，美国 QE2 六月将到期，热钱陆续回流美国，国际股市都面临回档压力。康和证券高级顾问廖继宏说，台股要走自己的路并不容易，9000点以上套牢压力大，很难突破。外资昨天在台股现货市场买超31亿，但期货市场仍不空单6500多口，投资人勿轻易与外资对坐，免得受伤。专家表示，第二季为电子股淡季，布局电子股不宜过多。明天是这个五二零，明天第一也是这个，如果指数开高的话，应该是不要去做这个最高的动作。现在这个指数如果有相对拉回的话，逢低去介入这个相对疲弱的金融族群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